接下来呢，我要给各位看两张图片，这几个小伙子肌肉怎么样？是不是特让人羡慕？您肯定会以为他们是哪个健身俱乐部的教练。如果您会这么想，那您就猜错了，因为他们都是大学生，分别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的同一个宿舍。其实从这段视频中来看，这照片上的肌肉男穿上衣服看上去也不是特别强壮，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吧。视频中，肌肉男们正在聊天，其中一位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练健身之前的照片，绝对属于那种扔人堆里怎么找也找不到的类型。一年前，这同宿舍的四个哥们儿中有两个迷上了健身，之后四个人就开始了魔鬼式的健身训练。一年多过去了，四个人还有另外两个学长都练成了肌肉男。闲话少叙，六个人脱了上衣就开始热身、哑铃，宿舍的床都是用来锻炼的工具，俯卧撑更是随手拈来。一番热身之后，小伙子们的肌肉显得更加饱满，更加有型儿。